请问这个包包是多少钱啊？他说，哦，这个在我头已经洗一半了，我总不想说抱歉我不要了。这个呢是一个法国的牌子叫 Uniform， 我就这样经过那个店，然后一直看一直看，看了半年之久，我觉得这太可爱了，我有一天一定要把它买下来。于是我就提起勇气走进去问说，请问这个多少钱？然后店员好像就带有一点山东腔，他说，哦，这个是38000。我说，哦，好吧，咬着牙买吧，然后就刷了。他说，露露，这个卡刷不过，还是我帮你分两张刷。我说好啊好啊，就给他刷了之后，咚咚，刷第一张我的结均就来了，您已消费62000，请问这个包包是多少钱啊？他说，哦，这个啊，是这个包包是138000，他居然用山东腔。